现在对统一来讲是掉了一分。跑者在二三垒，这个球打到了中外野，距离应该是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只能够选择往三垒传的，敲出高飞牺牲打的是林伟恩，回来得分的是蔡森夫。我林伟恩啊，这个球打得也够距离了。所以有时候，这个或许总教练也不用那么费神了，就坐在旁边就有两分可以进账。对啊，背背叫我追追分数了，对吧？没那巧了。所以棒球哈，不用过于比别人聪明啊，你让他很顺的去发展的时候，那笑眯眯个边啊，首席教练开杠对不对？啊，分数都练起来啊。对吧？啊，你他妈比个鬼波，目睭银好吼，啊，分数敢袂入吧？诶，无一定啦。